标，让他趴到你的头上。两分钟内我们要两人三角。我是钟一郎，我今天要娶老婆了，以后都会乖乖听老婆的话，当一个好老公。耶！听说你们都是运动健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就趴着。趴两天呢。要勾一下肩膀，勾着勾着，又在摇。有爱有爱，我喜欢。关过关。你不是给我故意买到 S 套的呢？没有，他买 L V， 还没开始。脱掉吧。不会，我都开心的西装裤。好了吗？哪里要加强吗？这里，这里吗？这里。马力哥，来来来来来！我发现我要尊重民意，他们都不满意，我的都不满意。好了，很舒服的，你看我们爱的很舒服。小心小心，这怎么咬啊？好吃。我们亲爱的爱妻守则一定要记起来哦，以后呢到五十年都是要这样子做哦。太过了啦。去哪里？看你想去哪里。好。谢谢罗妈妈养育我长大。有人说，小朋友在出生前都要在天上天堂排队，选择自己的爸爸妈妈。我想我一定是很聪明，才会选到你们当我的爸爸妈妈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上帝施恩祝福，恩典祝福满满在你们的身上，慈恩嫁入中福之后要孝顺公公婆婆。你当了一郎的太太之后呢，就是要互相体贴，互相扶持，互相体谅，来建立幸福美满的基督化的家庭。希望你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知道这是这个爱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也让你们的爱能够让这个世界不一样。
彼此双方的家庭都不一样，所以要彼此顺服，就像我们顺服基督一样，是你很幸福。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放心，那接下来的日子，慈恩可以放心交给我，由我来照顾他。也谢谢你们帮他养育长大，谢谢你们。相信我，好，相信我。爸爸的尊严是可以为了孩子放下。